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厨师陪你吃零食。马上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系列，这个系列是一卷大家很熟悉的书卷。奥古斯丁曾经说过，这卷书啊非常深奥，深到连大象都不敢游泳过去。不过呢，也非常浅显，浅显到一个小孩子在那边游泳也不会淹没。你知道这卷书是哪一卷书吗？就是约翰福音。是的，我们下个系列就要来播出约翰福音的灵修。求主带领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属灵的供应，请大家一定要去看哦。平安。